什么？你要去那家新开幕洋鬼子剃头店剪头发？我已经拿号码牌了，87号。妈呀，你要排到后天了。有没有指定的设计师呢？有，陆雅斯先生。你好，我很忙。就算要给我最剩时间，我也要等到你。没想到小丑妹竟然会为了要去另外一面剪头发而跟我下跪。我就不相信跟我剪的有差多少。那个人拿着一把刀，他该不是要杀人吧？杀什么人？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，我们没有杀小丑妹。你太过天真，诚恳，两眼无神，人不够动人，我有天分，让你重新做人，完美情人，就要诞生，请想清楚，只要走进这门之门，你会发现我的世界没事，不是不我不得不去小心认真，爱上一个人总是让我太过分身，爱上一个人我不得不去小心认真，爱上一个人总是让我太过分身，爱上一个人如何才能得100分，给我的眼神就可以美梦成真。取消预约是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几点？5点钟，陈小姐是不是 ？OK， 帮你处理好了，谢谢。喂 ，New Image， 你好，取消预约是吗？没有问题，几点？5点钟，李小姐是不是？好，李小姐，谢谢。今天的预约全部取消，那今天就干脆早点下班了吧。那个警察昨天根本没有把实话告诉记者，这样对我们杀伤力很大。我们自己来办个记者会，就在我们门口，我现在就通知各大媒体。所以这个记者会必须让证据说话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小丑妹。他昨天有留客户资料，里面有他的地址跟电话。人长得帅有什么用？只会剪头发，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。请你答应让丑妹出面，跟我一起把昨天的事情解释清楚。我答应。我不答应。为什么？哼，谁叫你们昨天要嘲笑我那台跑车啊？那台车，我在这边为我昨天晚上不当的行为道歉。来不及了。漂亮，泽明。哎，那个妞妞马吉的人来了，我把小贝捞来了。是你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你是不是还在记恨那天中法法医大赛把你拉下台的事啊？哦，你说那件事啊，我早就忘记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提醒我啊。总之，哲明，你是我爸的徒弟。丑妹，你跟我从小玩到大，你们谁敢帮他，就是与我为敌。你要想清楚哦，你真的要跟 New Image 做对吗？你才要想清楚，你们
们是绝对斗不过我们中南的。哼，今天中南就要大大的露脸，你完蛋了。妈，哎，我不管了啦，反正你听小贝姐的话就是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凶杀案的澄清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哈。哎，女主角到底什么时候来呀？啊，对啊，都已经超过半小时了，很冷呢。哎，走啦。是，先拜。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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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。哎，我们总监已经去请女主角了啊，马上就会到，马上就会到。哎，给我们一点好处，我们在这边真的很冷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就赶快抱一点料，抱一点料，随便说一点你跟可乐之间的事啊，快点。各位记者朋友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这个，我想在我们记者会还没开始之前呢，让我跟大家聊一聊我跟可兰的事。好，我们要听私密一点的事情啊。私密啊。算命的说，可兰会嫁入豪门。在可兰，对不起，请问你也算是豪门吗？我应该也算是一个啊小小的豪门吧，所以哎，不要说那些，我们要知道比较私密的。到底要干嘛？还是你想打架？你也打不过我啊！哥，你不要拿雅思了。你看你这么没有自信，他是想要利用你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我刚愿被他利用啊！哦，要讲到我跟可兰私密的问题，一定要提到可兰的狗。狗是可兰的狗，从他出道就一直跟着他。前一阵子他生病了，弄得可兰也很难过啊。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兽医院，结果大家知道怎么办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办？原来狗是会生病的。这还没说完嘛，刘老师，你请吧。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嗯？真的？如果骗你的话，你会放过我吗？小贝会杀了我。杜老师，你 ，Oh my God， 是抗拒不了。可是小贝一定会把我分尸的。可是杜老师，你明明知道我是最喜欢那种东西的。小贝，你跟他去吧。但是你一定要说是你自己溜出去的哦。不会的。那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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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刘老师，我还是信不过你。我看，还是先完成我们的约定吧。哎，你这车还好吗？这马力比我大一点点而已啊！妈妈，你小心。那是黄金猎犬，是可兰养的第二只狗，也是可兰最喜欢的那一只。可是呢，不要再讲狗啦。请鼓掌，请鼓掌！来了！鼓掌！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你再不来啊，费南都要讲他第五只狗。
狗狗，可以到此告一段落了。毛利，脚步。这就是小丑妹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糊弄我们，我们很聪明哦。是他本人吗？大家一定会怀疑，这真的是小丑妹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这是她之前还没有被我们改造过之前的样子。可是经过我们 New Image 改造过之后，现在才是真正的小丑妹。哎，真的改变很多哎！这个怎么维修的？好厉害哦！小孩讲句话吧，讲句话，讲一下。雅思他们没有杀我，反而把我改造得这么漂亮。雅思可以说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哦，哎，这样子到我们家，赶快写下来，赶快写下来啊！所以这些媒体报道的都是错误的。我们 New Image 只会救女人，不会害女人。而其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女生只要一变漂亮，就觉得得救了。对，我们 New Image 的宗旨就是彻底完成每一个女人的梦想，让每一个女人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弄得漂漂亮亮。让我再重复一遍，漂漂亮亮。哎，好啊，漂漂亮亮的啊！请鼓掌，请鼓掌。明天的头条应该都是我们的。哎，雅思，雅思，谢谢，这边没你的事。雅思，哎，是国防总长的车子哎。哇，他车子好漂亮哦！总长，你愣在那里干嘛？赶快去问他军购案的事，快点啊！好，林林管理会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林管理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想今天不要谈这个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稍微聊一下好吗？组长好。小贝啊，好久不见，又长高了。好久不见，哎，组长您好久没有来嘞，爸爸在里面等你哦。好好好。组长，你来中南理发店要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呢？来理发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接过来。组长，等一下，回答一下我们问题。组长，小贝啊，是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在部队里面理发，少了你啊，总是觉得发型怪怪的。哎呦，那总长您得常来啊，是吧？哎，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是，谢谢总长，谢谢总长。爸，哎，总长啊，是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这边，谢谢，谢谢。大队长，谢谢。哎，总长，里面请啊。啊，双姐，谢谢。里面请，里面请啊。总长，这边里面请。哎，开始，又变胖了。我都一直以为这是一间复古餐厅，不过这么小的一间理发厅居然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意，而且还能把国防总长都找来。就在三军联合演习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前夕，国防总长忽然来到了这家中南理发厅。而这家理发厅呢，昨天因为一起疑似杀人案件，一夕之间一爆而红。理发厅的老板老贝呢，和美女，美女，哎妈，叫你啊，叫你啊！我有一个，快快快！看这位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叫我香香姨就好了。是，香香姨呢，就是老贝的同居人。我想请问一下，香香姨，这个总长跟老贝是什么关系呢？哦，他们是好朋友啦。哎，中南这两天爆红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觉得很好啊。那你女儿平安回家 ，happy 吗 ？happy 耶！哎，阿朱、阿花、铁骨，我要上电视了，上电视！你要跟老贝结婚吗？我再说了，哎，我不要跟他结婚了，你要乱讲啊！我保留我的法律追诉权啊！你要告他哦！我告你啦！哎，对不起，借我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，我跟钟南非常谢谢香香姨老妹的夫人，不要跟老妹。哎呀妈，你干嘛给人家乱访问啦？是他们自己要采访我的。可是你不能乱讲话。老贝啊，今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失去云凤这么多年，
终于找到老伴了。虫子，没的事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那么挺爱面子啊？小贝啊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总长喜欢让爸爸给他剪头发？因为老爸剪得好啊。错，是因为爸爸了解总长的心意，是吧，总长？佛说啊，万法由心生，爸爸把它改成了头发的法，万法由心生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再好的发型都出自你的内心。当你啊了解客人的心意，和客人心意完全相通的时候啊，你就很自然的会剪出客人他最需要的发型，知道吧？爹地，我在想是不是能用一套方法来了解客人内心的讯息。不需要，我建议你用 image 的理念，是以尖端流行的发型来吸引客人。发型是外在的，与内心无关。当你啊和客人心完全相通的时候啊，你就很自然的会剪出客人他最需要的发型。报钟了，好了，你看看验收一下。老贝啊，是，还是你的头发我最满意，谢谢钟子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总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总长，再见，再见，要常常来哦，总长再见，拜拜。两位好啊，对我们今天中南大大的露脸，两位有什么看法？哼。记者又不是对中南有兴趣，他们是来问联合演习的。如果总长刚才什么都没有说的话，那明天根本不会有版面。反倒是我们刚才针对萧愁妹事件做的澄清，这种八卦新闻，明天一定会登上头版头。哼，你说你们会登上头版头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要不然来赌啊！如果明天 New Image 的版面比较大，我就替你们做两件事情：拖地板还有发传单。但是，如果明天我们中南的版面比较大，你就要帮我做两件事情。哪两件事？第一，跟我的朋友拍照；第二，到我家阁楼住一晚。好，儿媳，明天多印3000份传单，给他发。啊，还有，这打扫阿姨不用来了，说明天有个阿尚会替他。等一下，口气这么大哈！明天大家一翻两瞪眼，我先说好哦，赖皮的是小猪。小猪加3级。哎，小贝啊，那两个年轻人是谁啊？洋鬼子剃头店的设计师。嗯，挺新潮的样子啊。嚣张的很呢。尤其那个叫杜雅斯的，我上次问他们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南理法厅，他竟然跟我说，我对于不美的事物是不会有任何印象的。好啊，我这次就让你印象深刻。小贝啊，你刚刚是不是狠狠地刮了他们一顿啊？嘿嘿，爽呆嘞！小贝啊，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不要随便跟她起冲突，知道吧？哎，师傅，师傅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啊，就算赔上我的性命啊，我都会保护小贝的安全的。还说你也一样，不要那么冲动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条老命呢，可要赔给你妈呀。我记着你啊。哦，喂，彤彤，进行第二计划。
怎么可以那么大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请问你是要到 New Image 消费吗？是啊。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填张问卷？很快，很快。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小姐，拜托，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？嗯。你知道这里昨天发生一件凶杀案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等他们很久了。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请问你是要到 New Image 消费吗？是啊。那可不可以耽误你几分钟，帮我填张问卷？好啊。啊，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填了，你人真好。啊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知道昨天这里发生一件凶杀案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那你知道这里有位少女成功分尸吗？我知道啊。你也知道？那你知道他们三个设计师都是变态杀人魔？我知道啊。你也知道？那你干嘛还要来这里做消费啊？谢谢你哦。能变漂亮，死都愿意。哇塞，他们三个设计师真的好有魅力哦。看起来都好专业哦。喂，姑妈，问卷？谁让你在我们店门口做问卷的？哪有问卷啊？哎，想跑啊？啊，我见过你哦，哈。你就是那个贼婆的助理嘛？啊，没有啦，我大众脸。给我滚！不好意思，毛利又跟客人吵架。他不是客人啊，那天那个法医斗牛那两个女的，她就是其中一个啊。你看她脸，她说她大众脸，很好认的啊。你看清楚。我不记得哎。为什么对于不美的事物，我老是没办法留下印象？不记得就不记得嘛，有魅力的人讲话都一定要那么毒吗？小姐，干嘛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彤彤，彤彤，瞳孔的瞳啦。彤彤，至少名字很美嘛。想不想进去？进来吧。哎哎，哇！坐。哦。看这边。嗯。下一个。哇，这么多发型哦！彤彤，你的生命中有梦吗？你梦想过你有一个心中向往的发型吗？来 New Image， 我可以让你美梦成真。报纸借给我一下，干嘛？哦，总裁有交代要把昨天开幕的消息传到英国给他看啊。你疯了？这种报道你传给他看？哦，但是总裁也有交代，明天澄清的报道出来以后再传。哦，对，总监你想的真是周到啊，总监你真是英明，哈哈，没礼貌。总监，总裁找你。
口气不太好。啊，口气不太好喽。爸，你在网上上面看到报纸啊？啊，没有，那是个意外。爸，爸。我爸说，他在 New Image 的网站上面看到报纸了。我们都听到了。是谁把这个 po 上去的？杜雅斯，你完蛋了。为什么你老是以整人为乐啊？好玩呢，算我倒霉，被你看到。反正我也不怕你去告状，因为我们的仇已经结得很深了。反面排的还不错，有用心。你该不会去跟杜老师告状吧？哎，我在问你话哎。你叫哎。那你叫什么啊？他叫林尔奇。林尔奇先生，你到底会不会去跟杜老师告状啊？你不是有仇吗？你会在乎啊？上网公布这种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不过，总是有一点那个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谢谢你，林尔奇先生。叫 Richie 就可以了。Richie， 谢谢你，你是 New Image 唯一的好人。好人，好人坏人，好像只有小朋友才会这样分吧。Richard 走咗，你就唔识整头发啦，啊？同你哋 director Richard 打个招呼啊，讲啊 ，director 好。森哥 ，Andy， 喂，你就咁走咗啦？我啊养咗你十几年，你啊喺我龙威国集娱乐公司又做咗十几年，契爷边度对你唔好啊 ？I treat you like my own son。翁山，翻嚟啦！最近我签咗几个明星 ，Andy 呢啲友仔搞唔掂佢哋噶啦。你又俾唔见面，即系唔俾我面嘅啫。啊 ，Andy， 你只手都横掂，你都唔系咁识做嘢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要手嚟都冇用啦，不如剁咗佢啦。我等紧你噶 ，OK？ 有冇搞错啊？没关系，你这些人，我们总是抢。哎，没事，我只是，你不要过来。华仔，森哥直接揾我就得啦，用 Andy 做咩啊？咁叻啊！
有种嘅，当面跟我翻同心哥讲啊。有种啊，咁我会见你梦啊。躲咩啊？是被你爸读书给陈哥的，你爸欠陈哥多少钱？算不清，也还不完，所以就只好跟着他了。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，所以只好嫁给他。你知道吗？他年纪跟我爸差不多，哎。看着，尤丽。以前的男朋友，他也叫尤里。Richard， 今日是我的大好日子，我想不到你会忘恩负义，还沟我条女。系啊，唔使讲嘢。谢谢你今天帮我打了人，不过如果有下次，你就不可以了。还有下次啊？听你说要打架，好像就说吃饭一样，这一顿吃完了，还有下一顿。干嘛说的自己好像没有明天的英雄一样？不好笑。好啦，我看出来你是好人啦。不过呢，既然又扯上不法组织，以我专业的判断，这只有一种解释。什么解释？你是卧底警察，猜对了吧？你说呢？你一定是卧底警察。身份被老他发现了，所以他就派人追杀你。所以呢？放心啦，我会帮你保密的，就像你帮我保守那个上网的秘密一样。好吧，我会把它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电影看太多了。
唐律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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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总监在里面，谢谢，请进。唐律师，你好 ，Mingo， 帮我接手。Mr. Du， 这是委托书，这件事情恐怕要我们事务所驻英国律师来做处理。我妈跟我弟已经在这场车祸中过世半年了吧？为什么保险公司迟迟不理赔嘞？对方已经提起告诉，想要证明弟弟杜亚军是违规驾驶。对方如果胜诉，保险公司将会不予理赔。那就不要赔！我不是在乎那个保险费，而是他们对生命没有一点尊重吗？对不起，唐律师，这件官司对家属来说的确是一种沉重的折磨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官司要继续打下去。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奶奶。啊？嘿，你的电话。哦。喂。奶奶，我是亚军。嗨，亚军啊。哎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看奶奶啊？啊？那我马上去看你。待会见啊！好。对方已经提起告诉，想要证明弟弟杜亚军是违规驾驶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官司要继续打下去。妹妹呀、啊，今天是康寿日啊，你怎么还不来呢？我们都等着你帮我们 settle 哎。嗯，好。难过的是我们做了选择，是对是错，谁也没把握。如果要我放手才能获得，为何在我心中又舍不得？看着你走远，还继续装笑脸，掩饰折磨我能撑多久？如果现在开口。在想下次我们玩的时候，你应该要让我一点，不然每次我都碰不到球，每次都输，我觉得玩起来一点都不高兴。这么好让的，竞技动作退步了吧？哎，掉球嘞！不能这样说啊，反正玩球嘛，应该要开心，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应该要开心一点。我才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认真一点过你的生活啊？你离开的这半年。我没有动过你的房间，或许在我心中，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。你一定会笑着回来，亚军。
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个人是你啊。演唱会啊！哎，拿来。什么东西？今天的礼物啊。哦，我刚才想跟你讲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比较赶，所以没有买到礼物。没带啊？那滚回去。喂，哪能这样子啊？下次再买嘛。啊，对，奶奶，我记得上次你好像有跟我提过，你想要一张1994年刘德华限量绝版的照片。提那个干嘛？买都买不到了。对哦，有的东西买不到。是真的还蛮难过的，哎，1994年真的是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喽。啊！我就是要这一张，就是要这一张啊！快，你看啊，我这一本啊，这一年份只差这一张哎，哎呦，好棒哦，冰棒，哇，太棒了！你真是我的宝贝孙子，我找了好几个拍卖网站才买到的呢。真的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行，你最棒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奶奶又上网查过了，我就差刘德华这几张专辑而已呀。去帮我找，下次给我带了。这么多啊？不多嘛，就几张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尽量了。我就知道你最贴心了，每次都帮我带刘德华的。是不是发出公司吧？你好，我是杜雅斯的双胞胎弟弟，我叫雅君。我哥跟我提过你哦。他怎么说我？你脾气很坏，脸皮又厚，学艺不精，又不知道检讨，一直让我挫折，让你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他完蛋了。你说要拍照是拍婚纱照？跟他。Baby, you will know our love so sweet.